看，我觉得妈妈的心理很好，而且她笑的决心很大。说的很少出去玩，反正就在家里面，很辛苦嘛。然后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，而且平时在家里面也没有这样天天跟妈妈天天在一起这么亲近。然后就一直在跟我说小时候的趣事，所以我觉得妈妈也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嘛。然后在一块增加了很多感情。咱们只有坐飞机到成都，然后重新开始起，他不愿意，然后他也是一直坚持，他我觉得特别有毅力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因为他今年66了，他自己说这次出来已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，他不想半途而废嘛，然后一想出来就要接着把它走完。就是带妈妈圆梦西藏，因为她特别向往那个地方，也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我走过两次，然后她也看到我拍的图片，看到我在路上的趣事啥的，比较好玩的事，然后学到了什么，然后她比较向往，然后虽然她当时伤得很厉害，然后她也是一直坚持，包括我们当时上了雪山啥的，然后还有那种震撼的风景，让她像个小孩一样，天天很活泼嘛，然后天天都很开心。